作為歌手的我咧，經常都冇乜時間。咁好彩有最新推出的 HTC Evo 3D 手機，咁喺等車等人的時候可以 relax 一下，玩下 3D 嘅遊戲，非常之唔錯。除了打機，仲可以隨時隨地睇時下最流行的 3D 立體電影，就好似我之前 download 咗清風俠 3D 電影咁，唔使戴 3D 眼鏡噶，效果都一流啊！HTC 手機入面的 HTC Watch 有大量電影預告片可以選擇，遲啲仲可以 download 埋足本的電影，隨時睇片都冇問題。留意 HTC 呈現潮拍東京 Now 102觀星台。